啊，这样是抖内330块钱。对，赖总统也差不多要再来转播一场职棒比赛了吧？可以。副手萧美琴二度确诊缺席网络卸票，赖清德放狠开总统级抖内，大声念出来。抽空看了一下那个澳洲网球公开赛，那个谢淑薇真的是厉害，台湾之光啊！线上破万人收看，准总统加码送春联，勾派、猫派通通有，也预告未来网络级战场反酸柯文哲。你那一天是在节目上面讲的，现在都当着我的面讲。哎呦，每天看到的政治人物，其实我不会演。绝大多数是来自柯文哲的资讯，时间久了你会突然有一个熟悉感。其实我很平易近人，你看我反正没有做三分之一。结束轻松话题，赖清德首度松口，阁揆人选不分党派。不仅仅行政院院长要推出好的人才，各部会也是一样，不完全都是民进党，好几个在思考，跨党派、跨世代、跨领域。接棒蔡总统，但不同的是，新国会三党不过半，将会是任内一大挑战。现在是三党不过半，要去跟在野党沟通、参与、协调。如果发动机关立法院有邀请，好，我们去做这个报告嘛。历史也许会记载啊，在所有的总统里面呢、啊，最喜欢而且最常来立法院，出身立法院的赖清德。释出最大诚意，立法院邀请就去。赖清德隔空向在野党喊话，一切国家利益至上。三十问国思文，我们宣台报道。